说高高山上一老松，那个山川那头地天堂。莫问老孙的年终迈，曾经的黄河就邓清。五百年前听一弄，那个一弄四千五百冬。老孙更有八个徒弟，是八个徒弟有法名。大徒名叫金头愣，这个二徒名叫鲁头七，三徒名叫孙三燕，这个四徒名叫蒋三僧，五徒名叫翁咕噜霸，这个六徒名叫霸波翁，七徒名叫风随化，这个八徒名叫化随风。金头愣会打剑，那个愣成精啊会撞钟。孙三燕会吹管，这个蒋三僧啊会捧针。翁咕噜霸会打鼓，这个霸波翁风随化，他会扫地，这个化随风的会点灯。老师叫他换一换，想要换来万不能。老师一见有了气，要打徒弟整八名，眼看徒弟要挨打，从外面来了五位云游僧。他们共从僧人十三位，一起的后院数玲珑。玲珑塔，塔玲珑，这个玲珑宝塔第一层，一张高桌四条腿，一个和尚一本经，一个饶佛一口经，这个一个木子一盏灯，一个金铃整四两，那风儿一把小花楞。玲珑塔，塔玲珑，玲珑宝塔第三层，三张高桌十二条腿，三个和尚三本经。饶过三口径，这个三个木子三盏灯，三个机灵十二两，那风儿一刮小花楞。玲珑塔，塔玲珑，玲珑宝塔第五层，五丈高桌二十个腿，五个和尚五本经，五个饶过五口径，这个五个木子五盏灯，五个机灵二十两，那风儿一刮小花楞。玲珑塔，这个塔玲珑，玲珑宝塔第七层，七丈高桌二十八个腿，七个和尚七本经，七个饶过七口径，这个七个木子七盏灯，七个机灵二十八两，那风儿一刮小花楞。玲珑塔，塔玲珑，玲珑宝塔第九层。刮的是青在坑平丁化松倒，鹰飞僧走，鹰翻灯变，叮当灯奔走，我们一段。